去进行刚刚所说的这样一种尝试啊。嗯，当然啊，就这里呢，其实大家如果玩超级地主模式的话，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储备，这样才会对，可能才会有更好的一个体验。毕竟有的时候，如果你的武将储备不是特别多啊，或者有时候单出来武将强度特别高的话，很容易没有很好的一个体验啊。不过还好，我们是可以使用这个换将卡，还是可以去再换，能不能换到一些强力武将？哎，这里的话，其实因为有一个没有办法去换将，对吧？我记得啊，他们是只能是在这样一个，就是一个，它也是一个固定将值，嗯，然后能换将，因为固定将值里面是有什么武将，就可以选到什么。来了啊，这边第四啊，刘军有没有？或者说单上的神作剧，还是选择了文鸦。文鸦的话，我们队友是个神作剧是吗？哦，地主是周轩，那很厉害，这个就厉害了啊。周轩其实这个我们要说的这个将其实上面也都是好像基本上基本上算是厉害，他会把周轩的一些奇人异事放在一起，像那个逐渐放的术数学医术占啊项链项链啊一些项链项对给这种啊所谓的其实在当时来说就是这种啊非正统的啊非正统的这样一种就是学术啊学术周旋战梦其实一般来说第一发的就是护卫的回合很少去打输出了就是进行一个先打一些拆盾这个限制、啊、然后留输出牌在自己的回合然后去进行击杀。